为展现苗栗人各种小艺术、老英文教学，还有本土教育的成果，教育处老苗栗界文化国小系办了联合成果发表会，大部分同台的表演还有前台展示，来展现近年来学习的成果，也帮学生的认识家乡母腔用的风土民情。好，干嘛干？全县五十一间各种学校，差不多七百人的师生集中乡下，欣赏国教全公的艺术课程，韩国本土教育，对音乐、敬语、韩国母语教学，往来参加师生感受到苗栗丰富的民族风情。教佛教呢，虽然呢，平常无办法接触当地人呢。艺术的东西，所以今日带动新人来参加不同的东西，看配合学校发展的东西，其他专业咩做学习，同样的东西带动以后，大家慢慢研究来发扬一个艺术的东西。苗栗县贵中小沿道年来动作跟传统，日本成功韩国本土语言教育，今年头摆刘亚亮的项目在马戏来办内成果发表，韩国用高管的方式外国教师生来体验。加强学生的对亚种课程认知，韩国心跳。这个闯关活动呢，就是把我们在平常在我们的一个艺术课程里面有关艺术的元素都融合在整个闯关里面，让孩子对于整个艺术的认识能够更加的一个深入。除了来这边观赏各种不同的学校发展的艺术方案，也能够透过这种有趣的闯关活动，能够有一个丰富的学习的一个历程。一百一成果展除了有国高的前台展览，更准备安排的音乐、舞蹈同舞台戏一道同台表演。除了外国教丰富交流课程以外，每位师生对苗栗丰富的语文有很大层面认识。下个节目用到，麦里波涛。